就是你感觉美国经济整体是往下走还是往上走？感觉整体的就是变萧条了吗？你看往上走，再往上走；你看往下走，再往下走。每一个人看那个政治那个不一样啊，不一样。就不能这是怎么办、啊？不绝对。对你来说是好，对我来说啊、哦，对对对，各行业。所以那个行业不一样。共和党有那个民主党，有那个有很多党派，对吧？对你好，哦、对我不好。对对对。你认为好的，哦、那我就认为不好。啊、哦，所以现在那个联邦政府干门干了一个月，就是这样一个样子。啊、哦，对对对，没钱了，对。不是没，也不是没，不是没钱，不批不批。分歧太大，分歧，对对对。那、啊、你分歧太大了，那我就关门了呗。啊、哦，是是，一般以为是没有钱了，我当时以为是不是没钱了，后来还不是，是吧？就是因为他这个资金分配他不统一，是吧？就是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意见。因为是一个，他们都能啊，现在社会那个贫富距离太大，不公平，什么公平不公平？哦、是是，贫富分化是吧？懒，啊，钱 ，lazy， 嗯，懒惰，懒惰，对，钱劳，嗯，也是不公平啊，是，因为我得到的是我钱劳啊，嗯，我工作啊，我苦啊，应该得的，可是你不工作，嗯，你不能跟我一样的生活，是是是，现在懒惰钱劳也是距离，是是。天天打扑克那些人也是有距离，或者那些也是有距离，或者那些黑人也是有距离，或者那些黑人他们每天在路边唱歌的，他们没有钱是正常的，或者那些人打扑克的，天天什么都不干的就打扑克那种的是吧？他没有钱也正常。像比如说每天上班的挣着钱了，那自然就我拿下来我逃出了要赚了钱，我要逃出我要赚了钱，因为我钱劳啊，嗯，我用脑我用力，对对对，我用劳力，可是你不如坐在这吃着了抄那个毒啊。是是是，吸着大麻。那你不能盖我你这样的地步，你选择的。是是是，所以他就就是不工作，可是我每天呢，是不停的工作。哎，是是是，对对对。这么多年了，站下来，当然分配不公平。对呀、啊。那你这么懒惰，我这么勤劳。对对对。你得到一样跟我公平吗？不公平哦。是, 是, 是那样对。那我也现在就有也得到这样的生活，我可以像你这样。中医做这种中医放啊，躺下就什么都不干，天天、啊、什么都不干，要一样有的同样的上午，谁工作那个时候不是停了吗？是是，的确是，所以现在就是面临这问题，就是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，有的人感觉经济是不好，有的人感觉经济还不错，是吧？每个人付出的辛苦不一样，行业不一样。看那个政治，在你那个立场，嗯，对你有好处还是坏处？是是。都是相对的，是吧？在你的站的不同，嗯，不同的位置，不同，对对。那这个政策对你有影响啊？那对我影响不好啊？对对，我就不认同啊。那你站的位置，哎呀，为什么不好啊？这样，嗯，对这样好，对这样好。那这个政策，可是，你知道我这边换一个位置就不一样。我也就这样，对这样好，对这样好啊。是是，对，这说的很深刻，对。啊，对对。那为什么不回这样好？我要回你这样好呢？对对对，你这样好，为什么不我就不同意我这样好呢？对对，不同嘛，但是站的位置不同，那你对那个真正就不同了。是是，像你的站在这边看到一个月亮，啊、可是你站在这边现在看到啥也看不到了。是是是，对。那么，那这个月亮对我不公平，好像我这个好像就不站。他在这边可以看到你，我在那个，哦，是是是，你对我公平，我也是人。是是是，因为他位置不同，他看着不同，他所属的角度层次都不一样，位置也不一样，对对对。那位置不一样，那你看着这不一样，那你看这个月亮，哎呦，你这对他太好了，他每天都在都可以看，可是我在这我永远看不到，看不到，对对对。可是我在这边呢，那个人就说，哎呀，你不要看见那个太阳啊。嗯，是。啊、我怎么看到？可是你看到月亮啊？是是是。你在这边都不是看到太阳嘛？那这不公平，我两个都想看到。到底可不可以两个是？我不可以，我掉不了啊。啊、我回不了头啊。是是是，是那样。对他所处的位置，把他限制住了，是吧？对嘛？对，或者住的楼房，有的是阳面，有的是阴面，有的能见到阳光，有的见不到阳光，有的朝北的中年见不到阳光。对，对，这个很深刻。对。所以，简单的道路也是，这很容易明嘛。那，是是，这个分析很深刻。
反正有人说美国经济不好了，现在变得贸易战闹的，或者中国经济、美国经济都不好了，两败俱伤。有人闹，永远不会好。嗯，越闹越好，你闹了，这大家都发现错在哪了。哎，这个很清楚。对，像那个错误，大家可以讲大家，你有你有错误，我有我错误，人的错误太大了。我们讲两个错误，缩小的一点，可不可以？嗯，我们。对对，替一些东西，对对，大家的一个错误调整一下，大的错误调整一下，啊、哦，对对，错误缩小，对对对，对，对大家都有好处。长朋友们有什么好处呢？互相多理解，那不打的看不出那个错误，对对对对，看不见，因为他在那讲我错在哪，他这我错哪，可是大家打起来，哎，就看出来了啊，你有你的错误，我有我，可是将大家的错误可以。所以相应一下，提议的一下，将大的错误缩小一点、啊。对对对，所以贸易战是个好事。不打不行，不打不了解对方，对吧？对、啊。不打就不知道对方的底牌，所以贸易战是个好事。这样呢，让中美两国都能够发现对方的底牌，对大家都有好处。对对对对对。不是你见了大平民，然后就这样了嘛？嘛，所以那大方面啊，原来是这样，那就不同。你不打，你看不。出来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看自己的利益是最大的。是是，干我什么事，我的利益最重要。可是一打起来，哎呀，原来你没有利益，我也得不到啊。哦、明白了啊、哦，明白了，对对。因为很多人都说中美贸易战不要打、啊，一打就经济都不好。现在听您这么一说，感觉打这个贸易战也是，他们反而是好事。看得不够深，不够深，对，还是您看得比较深刻。就是说，通过两国这样真正的交锋，能够知道。对方是吧？他就这个错误导进过来一些调整，对啊，双方都要调整，就是美国也要调整，中国也要调整。哎呀，原来你败了，我也不好过。是是是，那我你不能败。是是是，你不能败，互相都体谅是吧？对呀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